好，会变色的魔术，注意看，一张蓝色的卡牌，打个响指就会瞬间变成红色。好，红色打个响指就会变成，这个是啥颜色？这个是蓝色。好，打个响指就会变成红色。这咋做到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这张卡片是可以变色的，它是一张 3D 立体画，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颜色。好，注意看，这是蓝色的口香糖，注意看，草莓味。好，咱们不喜欢这个颜色，甩一下就会变成红色。这个是蓝色，好，变蓝色，蓝色口香糖甩一下就变成红色。这是咋做到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好，它是可以翻盖的。好，注意看，一张百亿大钞，一支笔，咱们要从这里给它穿过去。注意看，听到声音没有？钞票被戳穿了。好，钞票血花无损，这是咋做到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这支笔是可以掰开的，上面有个磁铁。